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天宇。对，没错，今天我要来玩我第一次玩的游戏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 Minecraft 创世神我的游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试玩啦，试玩。OK， 就等他一下啦。那我们呢是要玩？哎，为什么我被杀了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怎么出来的？重生？哎，我才刚玩呢，这干嘛？哦哟，晚上我又要等晚上，他妈七干了，干你娘的啦！你妈的 BB 蛋！哦。我要等到晚上，然后又死掉，然后呢，我要回家拿我的财物。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试玩一下子这个叫做创世神的这个鬼东西。所以说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会有没有看到那里呢？有个沙洲，对。等一下呢，我要回去呢，把我的东西拿回来。对，可能呢，刚才呢，我是被那个怪兽给杀了，所以说他们怎么跑进来的呢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呢，到最后呢，我觉得我自己好空虚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到早上吧。哎，不是都有月亮吗？月亮偶在那里。我们先到附近这里逛一逛。我觉得很无聊哎，这要生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生存。这只是你要去收集宝物啦，去挖矿啊。哎，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蜘蛛哦，蜘蛛。然后你要自己去生存。哎，苦力怕嘞，苦力怕这里。这里有没有看到苦力怕？还有这个什么僵尸？哎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树哦，哦，被树吓到。这只是要你生存，然后你自己去盖房子，然后你自己去挖矿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你自己去挖矿，挖到宝石你就觉得好爽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游戏呢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空虚，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是黑色的？黑色的什么东西来的？哎，它会移动哎！哎，它眼睛好漂亮哦！哎，其实你知道吗？在高处也有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坏处就是你要待到白天，然后你就要一直在这边逛来逛去，这样子很无聊。可是我觉得自己真的觉得好空虚哦。月亮嘞，我在这里。哇，还没有刚煮熟的蛋白耶，哇哦，不错啊，好吃哦。刚生存就来到这里。哇哦，好新奇哦！哎，蛋白，你要不要赶快这样我才可以到早上，然后自己去拿我养眼的东西。好累哦。什么时候到早上？天哪！为什么这个晚上那么多东西啊？哎，有肉哎，
是等到饿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找东西吃吗？好无聊，好无聊，好无聊，好无聊。欢迎来到天谷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谈论很无聊的 Minecraft 的创世神。没有啦。可是刚才我讲到，到高处呢也是有好处，可是到低处呢，就是你要等，就是你要看后面看有没有怪兽啦，在跟着你。哎，蛋白，可以快点吗？我赶时间啦、啊，赶时间啊，赶时间。哎，这什么啊？嗨，嗨，看得到我吗？他应该是看到我，因为他朝这里来了。他会不会朝这里来啊？哎、欸，还真的朝这里来、欸！不要啦，很恐怖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他换方向了。哎、欸，苦力怕、欸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哇，不错，第一次看到这么诡异的东西，而且还长长的，中间还有个龟头，是谁想出来的、啊？这个游戏，这个角色。哎、欸，创世神还有星星哦，听说还会下雨耶，超酷的。好累哦，不想生存。那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来先挖个木头啦，以防万一啦，知道吗？哦，突然脚好痒。早上了没？离另外一边还很远，赶快啦，来啦哟！哎、欸，没了。哎、欸，我会飞。哎、欸，这到底要怎么飞啊？人家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教学吗？来啦，先做这个。哎、欸、有这个工作台呀、啊，看到没有？先拿木稿。拿木稿先，再还在两个，带很多的木稿，快木稿，拿一个工作台没有了，好吧，早上了没？早上了没？哎、欸，月蛋蛋白嘞，蛋白，你快点啦，蛋白。哎欸，早上了，终于用过一天了，早上。可是还是要小心点啊！可是现在还是有怪兽。欸，为什么月亮那么远，那么近？欸，创世神还有地平线哦。装置到地平线了，可是它有山呢，那山不是从这里出来吗？奇怪，这游戏是专属于打马赛克吧？那种感觉，这是太阳还是蛋黄？长大了、啊、蛋黄，长大了、啊、蛋黄。好啦，那我们呢？现在呢，就是要去拿我们的，下面有一个白痴在下面。
好啦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呢就是为什么下面还有很多白痴，还有射箭的，我会怕啦，赶快走，哦，那射箭我会怕，那看到你就直射，然后直到你死掉为止，射到我就好恐惧啊，什么东西，哦，没有。可以游快点吗？还说你一直在那边徘徊啊？没有看到我啊？没有看到我啊？妈，你个气干的，你不要看到我啊！快点啦，那我做建筑啊，看到吗？到马在这里，那个圆圈这里了。你可以游快一点吗？还是我直接下去游啊？我直接下去啊！他是不是看到我了？他是不是看到我了？我很紧张，因为他游过来了，怎么办？他游过来了，早就不要从这里下来了，可以直接上去吗？上去吗？怎么上去？我很怕，我很怕他会跳过来。胆小鬼，你赶快啊，快点啦，泥土起不了作用。泥土起不了作用，快点，我要回去拿我东西。你可以不要跳来跳去吗？哈、啊？可以不要跳来跳去吗？我很担心你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我这样一直哇哇哇，我就很空虚耶。快点啦！我要朝另外一个地方下去，你可以不要一直挡住我啊！看到上面了，啊！为什么他要过来了呢？我好空虚啊！好了，直接下去聊啊！直接下去聊，不要理那个白痴。哇哦，没事。啊！啊！不要看到我！啊！不要看到我！不要看到我！We're fine. 赶快走先。We're fine. 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去拿我的宝箱了。为什么会有咚咚咚的？少做为妙。少做为妙。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我盖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没玩这款游戏之前，我就先想好要先玩这款啊。来，走上去，上去。好像死了，我被卡在这里。没声音了，可以下去了吗？我想去拿我的宝物，让我下去啊！让我下去！让我走，妈妈，我有。紧张时刻来了，谁在敲门？先看有没有人敲门。为什么这个门打开了？谁在敲门？哇，长大了这台，哇，这什么这么大？啊！看到我东西了，怎么会有敲门？
吗？是不是在里面？还真的在里面，还真的在里面。哦，完了，在这里啊！完了，开门，完了。好，我要跟他。哇，这很快，这很快。哦，这小只的，小只的。哦，吓死了我！啊啊！哇，这很快，小只的！哇，这很快呀，这个！我怎么会冒泡了？哇，很开心啊，打到我东西啊！哎，看那什么，小只的，很恐怖啊，被吓到。被吓到，吓死了！回来了，我们的家乡啦！哇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！为什么我又少了一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蜘蛛眼吗？哇，蜘蛛眼可以吃的，先吃个腐肉吧！来吧，不死之身，来吧！谁要吃我？我不用吃啊你！欸哦，所以说我是那个吗？史蒂夫啊，然后我只是单纯玩的啦，这样子。哦，我懂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创世神 Minecraft 就玩到这里啦。那呢，中途呢，我有压到我的麦克风，所以说可能是中途呢没有听到声音，那呢请见谅。那如果呢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现在改成差不多礼拜五、礼拜六的时候，差不多是礼拜五会拍前一个影片，然后礼拜六就在拍了。好。因为呢都在忙学校的事情。好，那呢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呢我们礼拜六或者说是礼拜五再见喽，拜拜。